你看不出来吗？这照片是假的，这 PS 过。哎，你要是因为一张照片就判我死刑，那我也太冤了吧？就算是 PS 过的，这照片为什么在你家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老大，我也想知道啊，你们去查呀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因为一张假照片就判我死刑吧？ 老鼠，你好好想想，我跟了你这么长时间，我要是警察的话，你早就信这个，我为什么还要救你呢？啊！而且，现在小学生都会劈图，更何况想冤枉我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这么打死我，你绝对会后悔。 我就怕现在不弄死你，以后会后悔。等等，一个警察，留着干什么？老傅，别以为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你把他当自己人，可这小子把你当自己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咱们当中肯定有内鬼，不是他，就是你。 行啊，你怎么谁都乱咬呢？老夫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十几年的交情，他要是出卖你，你早死个七八回了。那就是你了，亏了老夫对你这么好，把你当亲儿子一样提拔。哼，你可真是个人才啊！几经辛思了，立过不少功吧？够了。 待会儿再慢慢问，说不定会有收获。好，我给老夫个面子。小二，有个人正在来看你的路上，咱俩也算是过命的交情。 你救过我一命，我也救过你。今天要是你死，我一定会让你死个明明白白。你要干什么你？你是要带我去哪里？你？我又不是认识你，我你什么人你？ 应该就是傅国生的人。从于满堂来电话到现在，过了11分钟，他们应该没有走远。高月，马上调出从余罪老家到阳城所有路线的监控。是。
喂，我懂了。看过冯小刚的手机吗？我说你听着，要是对，你就敲一下电话。包袱是不是有危险？他是个三老大。这样，你听着，他们现在怀疑包袱的身份，所以叫他妈去对质。你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我正在想办法。我知道你是担心他的安全，但是千万要冷静，要不然会威胁到他的生命。任何人不能上。先生，你先说吧，你先说吧，干嘛呢？什么意思？都自家兄弟，动刀动枪多难看啊！小二说了，这批货不急，等他回来再说。你几个疯了？挣钱不要命了？傅老板跟小二什么交情啊？让你们等着就乖乖等着，还在这干嘛呢？赶紧回去啊！走走走。不好意思啊，手生了，再来一次。痛痛毛心，只要你点个头，我就给你加两本书，听话就好。听话你老了，我他妈跟你祖宗通风报信，交易失败凭什么赖我？要怪就怪你自己的狗不给力，老子刚他妈从警察队跑出来，今天要是在你手里，我他妈做鬼也放不了你。小王八蛋，你们几个都疯了是不是？都不想活着回去了是不是？大不了就跟他们干了，我就不信咱们几个还冲不出去。就是。行，那你们就去啊。已经有一个神仙糊口的了，正好缺你们几个，凑齐了正好一窝端，所以直接回老家了。大兄弟，你别生气，你说这一人身陷险境，我们肯定坐不住。我们就是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你们以为我就不担心啊？我就不想去救他吗？我求求你们了，动动脑子行不行啊？外面到处都是监视点，我们里边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都可能置于死地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啊？咱们就在这干坐着傻等着呀，等家里消息，服从命令。正门几个，后门几个，东西南北还有不知道多少人在火力支援。咱们手上东西不多，精品肯定不行。问题是啊，他们有对线啊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都知道。这个放把火，趁乱跑。行啊，这主意。不是，关键是从哪开始烧呢？那怎么冒烟了？冒烟了？你怎么不告诉我着火了呢？不是，你看，真的，真着火了！你看，起来了。你别动，你快点，骆驼，你快点，快去！火了，怎么了？快点，这边的，快点，着火了！快点，快跑！赶紧救火！快点！火起！
子，我想解个小手。太不爱惜你这个豪华车了，我不瞒你讲啊，我有点糖尿，万一滴到你车上招蚂蚁，那你别怪我啊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绑架我干什么？我到阳城干什么？跟你讲没用嘛。
是吧？快滚开！给我开门！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？你快开门！让他进来。于小二，哎，西西，于小二，你怎么来了？于小二呢？你让他出来，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本事啊？我看你是误会了，小二跟老夫正在谈生意呢。我不管，我不管他干什么，我现在就要见到他。于小二，你还真怕我抢了你的男人不成啊？他今天临走前，他跟我吵架了。他说他要来找你，都这么久过去，他连个电话都没有。我见他一眼怎么了？你要真想见他，我就带你去见他。但是先说好了，男人之间谈生意，女人不许插嘴，好吗？漂亮，你别碰他，有事说话来。好，我不碰。我他妈就恨你这张臭嘴。你不是能说吗？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！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等等等等，别动！小兄弟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商量啊！
你把他带回去，一根头发丝都不能少。都给我出去，我要和老夫单谈。老夫，其实我没什么想跟你说的。你耍我？我都快被韩风虎砸死了。你觉得我还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吗？你要是想杀我，你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你舍不得我死，用不着我动手。一会儿你爸来，我不信你还有雷管撑腰。你好好回忆一下，从看守所咱们俩认识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他妈哪一点像个警察啊？再说了，你的事我什么？我要是内鬼，你早被判好几回死刑了，我还能留你到现在吗？啊！行动失败，必有内鬼。数来数去，就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实情。你让我相信谁呀？没错，是有内鬼，但不是我，我就是个替罪羊。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内鬼，我一直在观察。那你跟我说说，内鬼是谁？现在是谁还说不好？你还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？你把骆驼叫来，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。
什么时候成警察了？啊！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警察！我他妈告诉过你，啊！你他妈想弄死我是不是？你想玩死我啊？你他妈是我爸爸，我他妈早就不认你了！你爱上我干什么？啊！儿子啊，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嘛？你看这爸爸这依然看着你这个，小的时候叫你听我话你都不听，你们怎么把他搞成这个样子？这个儿子，你跟我回家去！我妈，你现在知道还我了啊？你现在什么去了啊？我小时候你管没管过我？现在他妈管我了，滚蛋！我他妈不认你，我他妈不是你儿子。你不是我儿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化成灰人都是我儿子。你看看你这样子把我心疼的，你给我到医院去！等，去你妈！行了，儿子，别打了。还玩上高科技了，还学会 P 图了，你要点老脸，你死你活我管不了，管不了你，你不行，我爱怎么 P 我爱怎么弄，那我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我就把你当个屁放了。你们好。怎么？你帮我分析一下，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别耍滑头！这张照片很明显是 PS 我的。而且做得很业余，你们看，两张不同色调照片呢拼在一起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。因为人脸上的色调比较红，背后呢比较青；人脸上光线强，所以对比度比较高，背后则相对来说比较弱。最重要的是，头发、头皮，还有脖子，都有很明显的虚化痕迹。你儿子真的不是警察吗？说实话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嘛？他会是警察吗？就算给他真的穿了警察服，他像警察吗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开水果店的，那个阿狗阿猫每次都来找我麻烦，我不过就想弄个穿警察服的来当个门神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他跟警察两个在聊天，聊得很开心，他就是警察吗？你他妈胡说什么？那是例行检查。我没说你是警察，我刚才是一个比喻。他会是警察吗？哦，对了，我身上有一个相片，我还照着你跟那个警察两个聊天呢。后备箱，你什么时候拍的照片？你怎么可能拍到照片？哈，原来你帮我安排到后备箱，就是要跟那个警察两个聊天去了。他妈胡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他妈胡说什么？我看你就想掩人耳目，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跟什么在胡说？你再说一遍。滚开！你滚开！想杀人灭口是吧？够了！那照片挺奇怪的。你看那人那么大岁数，怎么警衔这么低啊？拿电脑过来。
侦处的处长。福哥，这人我不认识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刚才是例行检查，我配合而已。你要相信我，福哥。那你的意思是有人要陷害你了？废话。那你告诉我，是谁想陷害你？怎么还用说？怎么可能是我？我一直在这挨他，难道我会未卜先知吗？不说实话。小唐，你跟了我已经十几年了，我一直最信任你。你要干净的话，把手机拿上。我自己来。这里面有加密文件，需要破解。什么他妈加密文件？我手机里什么他妈都没有。需要多久？两分钟。加密文件，老夫他肯定有鬼啊！他妈闭嘴！怎么想诬陷我？他妈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人来做天来看，我什么亏心事都没做。有本事你现在就开枪打死我！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呢？我一枪崩死！你小子跟我老实点儿。他就是坐在心虚，老夫。哥，你要相信我。把这个传给老许。动，交易地点在浅水湾，晚上七点，于小二负责接头。小涛，你放心，如果你被冤了，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。好了，这次行动交易地点在浅水湾，晚上七点，于小二负责接头。再播一遍。这次行动交易地点在浅水湾，晚上七点，于小二负责接头。小涛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手机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呢？明明就是他。自从上次张安如的仓库被抄，我就怀疑有内鬼了。出来混，安全第一。老夫，你的人你看着办。你挣大钱的，我黄磊之前走火，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，我就觉得一定有内鬼，所以我早就派手下的弟兄去查了，查来查去，就是焦桃子可以。你察觉我在查他了，所以他今天就把他也弄过来，编了这么一大堆的故事，为了就是让我做这个替罪啊，他他妈要弄死我。于小二，你大爷的，你诬陷我。
有意思啊，啊，老傅啊，谁是内鬼？你这个做大哥的，你都不知道的话，我真怀疑你用人的能力了。我也该好好想想，以后该跟什么样的人合作。福哥，我怎么可能干对不起你的事儿？我跟你一起十几年，你不相信我？你要相信我，不可能是我，我怎么可能陷害你？福哥，你要相信我，福哥，福哥，你说句话呀，福哥，福哥，不可能是我，福哥，福哥，你要相信我，福哥。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。